你的外衣呢？外衣在车上。哎哥，嗯，你今天有空啊？去看看思思啊。嗯。外头有点凉啊，加衣服。喝点水啊。哎。我先走啊。嗯。别多穿点啊。我知道了。慢点啊！我可能是一个怕闲着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想，这个人要是老了，最恐惧的是什么？可能你最恐惧的是你不被大家需要。你是一个只是在家待着的人，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恐惧的痛苦的事儿。每天各种各样的事儿，招边的不招边的，招四不招两的，这样的每天把自己弄得有点日理万机的感觉啊，百忙。我在1988年出生，正是这个大炼钢铁的那个时候。出生之后马上就自然灾害就接踵而至了。自然灾害过去之后呢，我父母就离婚了。这个他们两个人性格是很不一样的。我的性格很像我父亲。我父亲是一个很有激情的人，也是没遮没拦的一个人，就是透明度比较高的一个人。我觉得他也有才情，但是呢，非常缺乏条理性，这点我们是像。我母亲，我觉得我受她最大的影响就是，这个老太太还是比较善良。她30几岁离了婚了，她就一直就是带着我和我姐姐。这个善良这东西，我觉得对我还是影响很重要的。哎，你刚？你怎么在这儿啊？嗨，我正好出去吃饭，我正好看见像你。啊？正说正妈那儿呢，哥。什么？我正说正妈那儿呢。哦。桌子上跳着呢，啊，先歇会儿。没什么事儿吧？啊，没事儿，我正好上门客人呢，我本来应该上完再进。爸。嗯。嗯。这什么呀？这是。那没什么。
挺好的。啊，挺好的。啊，挺好的，你听吗？这还行。天忙了。啊，你忘了我啊？忘了不要点着我。嗨，没事。嗯。再来看看，那天是不是徐帆也过来了？啊，对。是吧？嗯。没事。就是担心的精神。行，行，别哭了，哭了。嗯，你这手这还行，挺好。啊？这个手最近要拉住。麻呀？嗯。怎么回事？那快乐都拿不住。那是怎么回事？有点麻，不知道没劲儿，拉的他。是不是这儿老躺在这儿？是吧？我想也是，老躺着那个肩膀那块儿。也许是。啊。我觉得也是这个。那你别是这儿还是弄个绳拽拽什么的，跟这儿。反正我什么的。动了。你要不要坐起来坐会儿？待会儿我还得洗脚。嗯。这会儿累脚。我也想去你们剧组，行吗？要剧组你干什么？随便，你帮我找一个事儿呗。你什么都不会带，你到剧组去，我这把家里人都弄到剧组去了，这让人家怎么说呀？这。你上我的摄制组，我真是有点难处，因为我这说了，咱别弄个沾亲带故的一大堆人，干这事儿都得认真真干。可是你说你要上别人的摄制组，别人不了解，你说是，因为你是我姐，人家不好意思说你，完了，你说真说了你了，我也没面子，你也没面子。但是社死这事儿你知道吧，等于你家也顾不了了，什么都顾不了了，没天没夜特累，而且急了什么骂人的话都有什么的，你心里的你得有这承受能力。嗯，我今天说了吧，我都想过了，我知道肯定得特别累，可我讲反正凭着自己努力呗，尽力干点儿。我也是怕你为难，所以一直吧，我也不好意思说。嘿嘿，哭什么呀？我就是我本来我每次都是怕你为难，我不想说。其实几年前我就想说了，我们那单位老是不景气。你说我知道你吧，负担挺重的，你特别累，可是呢。每次你都得负担妈这一瓶，我也想自己干点儿，要是能干好了呢，还能帮着你。反正我去干活呗，我不会给你增加什么负担的。你别哭，别哭，你哭什么呀？就我特别羡慕你。可以干得特别好，我想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尽量去试试，妈这一下就定了15年。当第一次刚定的时候，你那会儿正好是刚刚被借调的那个就现在那个在电视中心吧，第一次是去拍那个大林忙，我记得你刚走了10天妈就病了，当时我为难极了，我自己在医院里边守了7天7夜，我也不敢告诉你，我怕跟你说了以后，你的工作挺不容易的，到时候黄了就糟了。反正等到前年，咱爸死的，我也是你正好在美国拍片这个能成了事儿也确实是得，要没你也不行。可是你现在这个有这个难处了，我也得帮忙。就是
可能你或者别人都认为，你就让你姐到事儿组来干，这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这也不是一大不了的事儿，我点头就行。但是越是这样，我有时候越是想，就不要让人家说闲话，主要是考虑这个，不是不想帮你。嗯，知道。我今天实际想好了的，我既然去，我肯定就会尽自己最大努力好好干。你让我试试呗，如果真的不行，那你就让我下来，我也不说什么。到事儿组啊，少说话。嗯。跟人家给人打个下手，是吧？别掺和事儿。事儿组这地方都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什么人都有。你觉得跟你关系挺好，实际上满不是那么回事，你知道吧？就尽量不说话。嗯。我没答应你呢，我再想想啊。嗯。好吧。怎么走了？啊。啊。你别哭了啊！别哭了啊！行，姐，我走了。啊，走吧。嗯，完了。别折腾啊。生存的需要，你首先是很清楚你是从哪儿来的，你要到哪儿去。我从一个小市民的一个家庭里头出来，我最后要走上一条成功之路，也就决定了我的很多的这个接人待物的方式。一方面，我们内心非常主动，我们不断的要从内心的这个根本的愿望出发，我们要出击。一方面呢，我们要很被动，我们其实呢更多的是还是取决于你取悦别人的程度。我觉得这点儿呢和这些干部子弟就不一样，和那些世家的孩子就不一样。这个电影圈里头其实也是，就是有两类人先天就占着优呢，一类是父母原来就在这个行业里遥遥领先了，当他们出生从小到大的时候，父母的影响力始终在帮助他们，使他们可以花三分的力获得十分的这个效果。还有一类呢是这个当官的人的孩子，虽然他们跟这行当不搭嘎，他们后进入的，但是他们的父母的影响力，填补了他们很多的方面这个才情的不够。当然这里头确实也有一批人呢，就是本身就确实是很有才情，但是他们也确实是也有好的背景。但是我觉得，你比如像我，像张艺谋这样的人，我觉得这都是属于生是自个儿砍杀出来的。没有什么太多的人帮你，别人你也指不上。35、39，我不适合参加各种比赛，什么都算上。大家扑克玩扑克牌，我那分儿有时候投到地也比别人低。这个所有的正经的考试的什么的，顶多努到二试就瞎了。放在一堆人里头，让人去比较去，永远我会被人家比下去。Yeah.
来，那个都起立来。穿那个短袖那个红衣服那种站出来。对对对，出来，咱就开始吧，来吧，赶紧。我想我这个40多年，其实都是自己给自己努出来的。我想个人的这种不服气啊，这种努力啊，你有这么一个心气啊，这很重要。我小的时候在我们院里这帮孩子跟他们在一块儿的时候，就属于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那么一个，一块儿的这些孩子里头谁也没把你放在眼里头。但是我心里头呢有这么一个，其实我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头，所以你那种欲望很强烈，你非常渴望成绩。我觉得这是一个背反，这个背反的力量很大，一种疯狂的这样的一种愿望，说你们会重视我的，会选择我的，就是这个你心里头憋的这个劲儿啊，就比那个一上来就被大家选择、被大家重视的那个人要大得多得多。所以所谓坏事变好事，好事变坏事，这个其实就是这样，它渗透在你的整个的这个生活当中。说到为什么每天非要百忙，能不能推掉一个事儿不去做？其实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实际上我不敢，和我的这个从小就心里没底儿是有关系。从小你觉得在这个社会上你很无助，你觉得你干所有的事儿都不是说这好事就肯定是你的，你都需要这个去积极的去争取去努力。但是你心里有特别的没底。能量还是不小，就是肯定3到5年的时间里头，我还会卖1到2个大台阶。但是我觉得我在卖8层台阶，我的心里这种恐惧感也是存在的。金哥，哎，老郭，咱俩商量商量那个我这一辈子的事儿。好。老百姓的孩子和这个官宦子弟一个本质的不一样，就是起小就落下来的。老百姓的孩子撒谎说瞎话，为什么？因为他承担不起他表达了真实看法之后所产生的那种恶果，所以我们就注定了我们是谨小慎微的，这个做人做事儿，处处容易换位思考，容易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这样一个事儿出来了，你高兴了，别人高兴不高兴？别人不痛快了，确实是一个，他能让你有多不痛快？对，不管是观众是媒体啊，对你的期望值就大增，你知道吗？因为等于是说由你来导这个戏，现在他说优的是最佳人选啊什么的这种，而且呢是老舍的原著，这种的，就是说期望值会特别高。我就是咱这事儿啊，就这么想。虽然是这个报纸上他们也都宣传出去，但是咱拍片子最终还是要对观众负责任，你不能因为这么一些客观原因，最后捏着鼻子就上了，你也拍不好。你从一开始拍你就觉得拍不好，你怎么可能把它干好呢？我觉得大前提剧本要好，要修改。第二个，有充分的准备时间，我们还能补充你更多更有意思的东西。第三个呢，我觉得呢，要准备好，你就得有这个资金。喂，喂，
哪里？我对不起，我现在在开会呢。电视台要找你采访。那咱现在算了，这每天一天到晚全是这采访，对不起，别的事儿咱甭干了。就对不起，他现在在开会，我。我跟你说，他现在在开会，我，你会后再打过来吧，好吧？好，谢谢你啊。不行啊，我这手机关了，录你那手机，我看也关了得了。你要不然全是往里头他妈打的这个。你，因为你是这样，咱们是不想得罪人。是吧，咱们，但是你不能说这事儿已经干扰咱们干正事儿了，这就成了一麻烦事儿了。咱们呢每天，咱们干到今儿不是为了他妈的采访啊，这个，在。你好。哎呀，那个，对不起，我那个冯导现在正在开会，而且。他现在最近没有时间，因为他。他现在接不了电话，而且他现在要剪片子，就是说，那个电视台的活动，你这样吧，你，因为我现在在开会，没法那什么你，等完了咱们再联系吧，好吧？我电话关了。那个，再说咱们这事儿，刚刚说哪儿了？请何群讲话，来坐一下。来，你先发言，你先发。来，何群，你离麦克风最近，你挑的地方啊？来，快说，来我们。我就是100万。不让我说。对，这样说。我说就容易愤怒。没事，你说。我觉得可能哪有什么高兴的事。我这高兴的事儿，回家高兴。我觉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我只还是我就是我还是就是这几天老想不明白的这事儿，我还得说一遍，是吧？因为这人多了，可能说的更大家就清楚。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还是一个发行上的问题，票房的收入念了一遍，最少的是135块钱。最高的是冯小刚的《没完没了》，不是《没完没了》，不算，不是《不见不散》，不见不散，完了，没完没了，今年还没算，但是不用算，肯定是最高的，对吧？因为什么呢？他受到了这个地方保护的这个产生的这么一个良好的效果，对吧？我就觉得这种地方保护发行这种东西，我觉得对中国电影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一种现状。因为这种票房的差距太没法比，没完没了，是吧？我觉得这里边根本不是真正的市场操作，这里面有很多虚假的，包括这里面有很多本位主义的东西，没法发好中国电影。我今天我要不然不说话，说完了之后，完了我做好了就是一个还能拍下去的准备。对吧？一个有可能就拍不了了，拍不了没关系，我就到北京卖白菜去。希望大家买我的白菜去。这个，你第一个问题起码有片面性。我就是因为有片面性才有意思啊。对。那现在小刚，你先等会儿，点你先接着说。今天这次会呢，你是那个。从开始的时候，这个田部长就在说研究一下冯小刚的片子，我们也确实这连着三，现在你必须是考虑票房，
研究三年连续票房创纪录，所以我觉得小刚今天来，你小刚你发现你别，因为你俩从没关系，你不怕他呀，对不对？你发现？我觉得何军说的对，还是让那个别人说吧。没人了。何群一块打蔫了，我操！虽然现在票房滑落的这么厉害，但是我觉得小刚的戏还是在票房还是在领先。小刚，你还是说说，你还是谈的，因为在这次呢，很多都在说这件事儿。大家都在说这个小刚的戏的票房，那你现在当然我知道你也有许多那个委屈，你譬如成了名人，成了三部戏以后呢，成了众矢之的了，那么也，但是我觉得没关系，你该说你是一个很直率的人，你不怕，你说说你的，还是我觉得还是应该谈谈你那个这个票房的经验，就是做这个片子的经验，来。这个就是喜欢这电影，也是想拍，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我也别就我吧，这个拍电影跟其他的各位导演不太一样的是，我第一个我是不是这电影行里的人，第二个我入手拍电影，包括做导演，从第一部这《北京人在纽约》就是自己去贷款去拍。一直下来都是满处找钱，所以这个陪投资方喝酒，陪投资方这个协调几家投资方的这个关系，我知道这个弄着一次钱特别不容易。而且呢，我呢从一开始来说，原来好像有一规定，就说这拍电影呢，你得是这个电影学院毕业，专业的毕业的，我这也是属于这个三瓶也是破例，就让我拍了。这个我还是比较珍惜这机会，因为你要是弄砸一回呢，你就没有下一回了。所以这个拍的时候又拐了一个弯儿，弄这个贺岁片儿。这贺岁片儿其实就是满足不同的需求，这一个片子里头满足政府的需要，满足这个观众的需要，满足投资方的需要，剩下一点儿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就满足，满足不了就算，就是这么一个。这回呢，这个因为这个刚刚拍完这个《一声叹息》，这个是一个悲剧，这个昨天才剪完的，这个但是我想这个片子我估计。这个全国肯定能在3000万以上的票房，我自己看完了这个，我觉得比我其他的那些贺岁片的观众的那个吸引力还会大，希望能够给电影集团赚钱，所以我也希望这《一声叹息》如果可以的话，就是这回交，比如中影公司能够发我们这片子。这可能那力度比那个紫禁城可能更大，啊。完了，再说点什么？再说你别，你要说完了，你得说个完了，咱俩等着吧。没了，就希望这个，就是现在的心情，就是盼着这个三瓶散了会了，厂里能够。星期一能够赶紧审我们这片子。没问题。我觉得这个冯小刚是我们这个现在电影导演中的成功人士，这是不容置疑的。我们不管说媒体和他的这个人，这是个汉子，而且呢永远不败，永远不谦虚的说，我今年不行，我今年我这戏可能1000多万吧，永远没有，我就是3000，悲剧我也3000票房。他就赶紧着，我就和我们现在那种吞吞吐吐，对于票房这个，我这实在令我钦佩。我要是有他这个岁数，我敢跟他磕。真的，我这岁数我敢跟他磕。就是说，你不拍娱乐片吗？你拍这个我。
要是满足大众的一个欣赏的一个需要，我基本上是沿着这么一个思路在走。这个被广大的中国的电影工作者认为是不耻的，在我看来是天经地义的。我的身价的看涨是由于观众的认同，由此呢，我也就非常在乎观众的这个看法评价。至于圈里头一小撮人，其实你拍片子就是满足不同人的低级趣味，我这点儿也可能你满足了观众的低级趣味，也可能你满足了一小撮所谓的艺术家的低级趣味，也可能你满足了一小撮外国评委的低级趣味，反正都是满足各种不同人的低级趣味。谁敢说我这东西就是曲高和寡？我觉得那这话说的是比较傻。他正好对你滑，哎，好，我去。像我坚信不疑的认为自己很没底儿一样，就是对周围的人际关系很没底儿一样，我也坚信不疑的认为我拍什么都能拍得不错。这东西就是你心里有这么一感觉，谁也拦不住你了，谁也挡不住你了。你能挡住你的就是你自己，就是你不认真干这事儿，导致了你全盘皆输。我觉得不是我做得太好了，是还有太多的人做得太差了。我觉得是这样，是由于他们的犯了错误，使我呢取得了一个胜利。我从现在说是这样，把我扔到好莱坞，我算什么呀？因为混饭吃的人太多了。还有一种人，他不是混饭吃，他也挺认真，但是他认真不到地方。就是那个脑子还没开窍呢，这没开窍的人特别多。我和他们是在一行当里头，我稍微开点小窍，我就占了大便宜，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影视圈有很多人啊，我喜欢接触的人就是比较开诚布公的。葛优这点我们俩人能够在一起能够这么多年，其实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不是说葛优没有个性我没有个性，是我们俩人实际上都懂得谦让对方，而且都愿意有什么事儿了吧，不管是创作上的事儿还是生活中的事儿吧。这个你比如说跟优子俩人，其实我们俩在一块儿，你说可能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说电影成这样，三分之二的时间实际上有的时候是说一些生活特别琐碎的事儿，有时候我需要他给我出一些主意，因为优子这个人他办事比较老练，比较为人处事都比较老道。这个可是有的时候呢，他又拖泥带水，我有时候比他要干脆一点。这种琐碎的这种谈话，这种对生活的这种每天在这儿围绕着一地鸡毛的这样一个鸡毛蒜皮的事儿，在这儿其实它构成了我们的友谊的重要的一个基础。这个东西又作用到了我们的这个创作中合作当中呢，彼此呢非常的了解对方，优点缺点。你自己都演古装戏了，我现在不演了，后来突然发现是一古装戏，我算了。后来真有古装戏，到时候再说吧。我现在因为我突然才知道是古装戏。那个，哎，我有事求你别那个什么，别拒绝我。哎，下午来了五个。
生难随愿，来世携风步。雪儿，快喊郎君！喊郎君！喊郎君呐！是所以今天成绩一半就是小刚哥。这个跟观众怎么说，很多孙楠的歌迷会非常的恨我。不会吧，你看你逼着我们崇拜的人说出这样的话来。没有，都是真心话。下面给了很多钱。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那英。开始了，有点诽谤啊。他们俩都没有我们采访吗？就是我觉得不是，那就怎么说，我觉得这是是啊，咱重说这个。没有，继续说。没事，我想夸他，但是我得想出一个什么词儿来。也不能说是偶像，也不能说是。你说那个孙楠长得。你教教我。我不能教你，还让你自己来说吧。那个。孙楠长得还是想想啊。如果长得。别听我行吗？别听我行。啊，行了，再说一下。等会儿你让我想想。最近还有谁？还有我。来，说孙楠吧，来。哎，下一个目标准备捧红谁？孙楠。下一个目标还是孙楠，还是孙楠是吗？不见不散捧红了孙楠。我是等着别人捧红我的。于是之说了一个王立发插播上去，说我就是常说好话常问安，讨一个大家都喜欢的就少出账大岔子。你心气儿多高，你有多好的诚意，但是你做人呢是低姿态的，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方式。因为我后来发现别人瞧得起你瞧不起你，不以你表现的你是不是你很自大有关系，实际上他是不是看得起你，还是看你都做了哪些事儿。普通老百姓觉得哟，冯小刚你是一名导演啊，你是一什么的，实际上你心里清楚这个抗打击的能力很差。社会上方方面面都可以伸出一只手来，像捏死一个蚂蚁一样把你捏死，这也是我百忙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下面我们首先来请著名影视导演冯小刚为我们开场。冯导演，孙导演上场了。那个普哥一下来说今天不如正常了。啊，不如正常。我今天兴奋的调都冒了，我一下哇也不对呀，我赶紧要缓咽口唾沫，自己降调了，我自己在那儿听到又有点跑调，兴奋过头了。你好你
要约着哥也再看一眼。是。行行行。好啊，好，再见，拜拜。那那个张子，走了。明天我就开始讲我这片子了，这乱七八糟事儿太多了。但是看你这话剧不赖啊，是啊。那个，我明天我就把手机彻底关了。我觉得光我关了还不行，小鹿那手机也得关了，要不然呢，大家也都知道他那个电话，只要接着了，你这些事儿你不去，人就觉得你是不给面子，干脆就弄了。行。把那片子弄好了就完了。行。好吧，嗯，那我有事儿就在那儿找你去了。对。喂，啊，啊，行，我姐，嗯，那个，那就是，你就上吧。这是努力奋斗的40年，我觉得还行，反正我没白过，我就是现在死了也不冤，我就是这种感觉。但是你如果说老天爷说小子，我再让你多活几年，我肯定会告诉老天爷说，那老爷子您等着，还有大词儿呢。